生命安全为第一优先考量，能够带给我们所有社会大众、全公美好生活的幸福企业。最后，期待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们、所有的社会大众们，能够继续支持台铁，让台铁能够跟着台湾一起再创百年的荣景、百年的荣光。最后再次感谢大家，也期待我们所有今天的参与活动的贵宾们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今天的活动一切顺利圆满成功。那我们也感谢我们廖婉如廖委员啊，亲自来立这个活动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洪副局长的支持。